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爵的灵修治愈。10月22日，帮助他人提升品德，就是关心近人的救赎。您喜欢和近人分享信仰吗？目的是什么？在内容上是信仰知识，或是祈祷灵修方面的经验，通常得到的回应是什么？对方渴望多知道一些，或是认为您说的高不可及。信仰有影响力，但不是要说服人接受教义，而是人内心的触动和认同。不只是认识，更是天主进入了他的生命。耶稣召唤门徒跟随他，不是用教条规矩使他们顺从，而是身体力行，用爱及治愈，在日常生活中为天父做见证。他如此爱门徒，教他们传福音，就是以生命带动生命，使他人的生命更圆满。这句自语说，每当你给德行加把劲，以便同时关心邻人的救赎。重点在德行与救赎。当你和他人连结在一起时，彼此就成为生命共同体，你让他成为你的近人。个人的修德行会因时空的不同而浮现，对生活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非常重要。这是活出真我的基础，确定个人的生命价值，德行自然会培养出来，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能成为指标。当我有影响力，自然会为近人带来救赎。加把劲是内在的动力，引导人向前走。重点在自己的渴望，德行带动我和邻人同行。至于他要走多少或走到哪里，未必是我能够规定的。有内在的渴望和动力才是重点。我可以感受自己在哪需要加把劲，才能让动力出来。例如经验十字架的大能，让自己在牺牲中感受到与耶稣同在，加把劲就会出来了。对他人的影响力是无形而且多元的，德行的经验会带来生命的转化。当一个行为影响了人，他的学习能力就产生了。所以当你为德行加把劲，就等于你为邻人带来耶稣的救赎。